兄弟们，预判来啊 ！OK， 死了，走了。走过路过每一周。 自信兄弟们，无掩体。如果你这个时候选择打医疗箱，你就会错过两秒钟的机会，就像我现在。 这时候在车上面打，根本不慌，先打近战。不慌不慌，先打左边。这时候不能打药。 OK， 有点难，他闪了我太久了。